人狠话不多，要吃吃一锅，葱姜蒜辣椒爆香。来点老干妈。哇塞，四处飘香。先来条鱼，八爪鱼，龙虾，对虾，满满一小锅啊。香醋，少放点老抽。哇塞！再加上一瓶啤酒，满满的这一锅，来都来了，哥姐们。给个双击再走，咱们下个视频搂他。来了哥姐们，东北铁锅炖海鲜，一小锅啊，来个海虹。锅大，味道就是不一样。来都来了，能不能留个小爱心再走啊？来个大虾啊！我操，头都掉了。老虎虾，这大虾肉啊！有点汤，太美了啊！大饭，虾头不能浪费。来俩鲍鱼，多久没吃了？哎呦，吃鲍鱼，记住把这个屁股拿下来啊！哦，这个是牙齿，一口一个，多久没给双击了？还记不记得？点个双击再走啊，哥姐们！太香了啊！吃鱼的时间到了，哥姐们！哇塞！专用大铲子啊，多鲍鱼，哇塞，哇操，断了，鱼头，哇，鱼头太香了啊，可惜啊，哇，碎掉了啊！
粒粒皆辛苦，咱不能浪费。接着搂啊，多宝鱼。这鱼一根大刺，进来的哥姐们能不能给大家点个双击，海螺这个是最好吃的地方，这个不是粑粑啊，苦胆，这个是苦胆，拿下来干挤出来，肉，太香了，哥姐们有没有双击？给个双击再走啊，哥姐们，谢谢了。搂个大海螺，哥姐们。哎嘿、哎，哇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漂亮，完美。屁股啊，苦胆，哎，太苦了啊！干拿下来，来个大钻。蘸点汤，爆头，呵呵，哇塞，有黄有墨，还是吃大的过瘾。双击啊，老铁！来，老哥，爆头，盘，掉了。太尴尬了，老铁，能不能给个双击？东北大铁锅冻龙虾，我操！一股大花莲子的味道，尝尝大肉，太香了啊，哥姐们。
此处会不会有双击？开个龙头，龙头。